票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来到了双方 BO3 的第一张地图星眼，这边是由晴酒快手山岩担任前方 ，EP 快手担任保卫方，第一时间 A 大主动出击啊，但硬汉这个位置先被 QI 给解决掉了，同时另外一边酒吧怎么说呢？强点的速度也不慢，喂，这个动作很大胆，但是正面先被发现了，林俊是直接补枪补了下来。哎，这边 A 半区和 B 半区对于 EP 来说开局都不是很舒服呀。大米就是守雷来了，嗯，他知道人没走，因为酒吧有人帮他带。想拿信息，这个时候也必须要拿信息。哎，有看到吗？走了，应该是看到，应该是看到，知道酒吧你不在了，五号位叫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把 B 放了呀。要放吗？其实可以直接堵 A 和蓝门横道了。这么瞄吗？就这个点位就是自信，也是个非预瞄点嘛。来了，蓝门出，直接尾随打一个，但后续小莫的补枪来得很及时。另外一边复活点里，大米这边解决掉英俊的一个情况下，两边形成了一个三打二，但是大米的血量有点低啊。边小莫解决掉之后，我们看一下 first 的一个残局一打二，最后的四十五秒的时间，听见买包，想混包点，正面右手这一枪没能顺到，那这样的话机会就不大了。晴酒快手这边是顺利拿到了第一分，第一分我们其实看下来还是这边的 EP 选择了主动，对吧？在 A 大这个区域，在酒吧这个区域都是去做这样的主动，但是看到了晴酒的应对措施，就是我在家里稍微的这样的一个控点，把你给控到了。这份好像是不是对于 A 区要选择快速的爆弹啊？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呀。道具已经开始投，这三个道具烟雾已经封好。硬汉和 First 两个人配合怎么样？一层的位置先反闪。另外一边呢，晴酒这边吃了颗满白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展开自己的进攻 ？First 这边打响第一枪，后续硬汉的一个配合，两个人解决掉了玉和英俊。那这样的话，对于晴酒来说，这一波有点脱节了呀。因为 C 四也掉到了近点的位置，只能硬着头皮打。小莫这边蓝门通道出来也变成了一个残血，但是雨墨这个位置把硬汉先给解决掉，两边回到一个三打三，加钱的三号位的单挑没能 battle 得过。那这样的话，对于晴酒而言，大部队现在全部在 A 大。看一下五号位应该怎么来帮，这边雨墨找到了一个机会，把 A 包点的大米给收下了。YJK 跟 KY。两把狙的残局，没错，要杀个回马枪吗？不，他这个家乡就是嫁娘过来了，没错，来了。这个位置还在连跳，但是到了右手 YZK 依旧甩过来了。这个残局的处理上面 YZK 非常非常的稳，他其实在这个位置先杀了一个，没错，然后走了。第二时间过来又杀，然后大家都知道事不过三，嗯，他又来了。是的。把 KY 给架掉，就是玩一个反心理嘛。对，就你觉得这个位置我可能不会在了，你可能觉得我甚至去酒吧绕点了，但是依旧架了一个这样比较刁钻的点位啊。来看一下这一分的开局，三号位仔仔也是比较主动啊，借着面前这颗紫色烟雾弹直接来到了前点的位置，道具没投掷好，如果投掷好的话，仔仔这个位置可能要直接走了。两分打来之后，其实不管是 EP 这边还是晴酒这边，把这个进攻的节奏，我觉得调的还都挺快的。没错，换个人来吗？又要玩反心理，今天主打一个心理战。就是靠一排，我们看到三号位这边仔仔到了 A 大前点的位置，没错，跟刚才其实有点相似。要来找大米了，好像前点都有眼，都是一个藏点。打一个，让麦子可以帮忙架一枪，后续反闪。的话 ，A 大打通了呀，仔仔这边已经到房里了，后续直接追 B 半区，敢直接上吗？酒吧桥还有人拦一手，闪身打枪头，这闪身打头了，应该要直追了。雨的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三号位的崽崽在房子里也不敢动啊，小莫就是在控，没错，他知道现在 A 大是失控的，小房里有人，有发现，哦呦，换了一枪头，是 A 包点要失手了，留给英汉一个一打三的残局，本身是一个五打三的局，想混烟儿，有被看到了吧？ 先打个下包的，最后几秒藏着就可以了。不漏就行了呀。对呀、啊，这个位置可以来给闪，直接开溜。哇，那这样的话，这一分对于晴九来说，这个逆转也有点伤啊。晴九在最后零点几秒的时候把人给收了。完了去。 再往上上把那种情况中地，两颗烟没撞，哎，就回来躲避，没人，果子苗子，没人，再下去，躲避，躲避，全部的，全部的，躲避，三个地，三个地，你们下把这么开局，交完烟之后三个地传第一时间，然后我能看他第一时间起码不起了，然后后面哎没撞再回去，我还是回杨光强，因为他如果突然爆的话，我来不及，我跟汉在拉门，我跟汉在拉门，汉在拉门。 别打我交过，咱俩拉门，咱俩堵拉门，我拉门上了。他 B 打仗，我马上就能帮。你可以下去，没人。你眼瞎。操，吃了个雷。他吃雷上吗？那个，别下去。没见人，哎呦我的，还没见。可以再敲头，下下。我去敲，他很轻。他怎么趋势在 L 点还在走下面的？走下边，走下边拍的，走下边拍的，雨墨拍的。小心。排的是吧？在箱子后排的上吧，小心 B。 你在什么？开，我的车，你可以去假三，假三没。我走了，我帮 B 了。哎 ，B 没有是吧？不帮。守雷来了。感觉要来了，这点不好。我去那个啥，我出力了。我在假三。我取消了。你要小心 B 的吧，要么左门打。我给你。哎，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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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小莫打一个头上已经到人了，那这样的话两边一打一，35秒的时间，最后的30秒钟，还是不确定对方的位置。是的，好像是丢了呀。哎，看到了，大头，哎，没打头，蹭了一枪。二楼，二楼看你了，要对枪，要拼，二楼要飞下来。为什么要飞下来呢？其实，在二楼是一个优势枪，很优势呀，你优势。 不可以穿，你蹲起位都比较舒服，还是愿意主动吧。这也是小将去打残局的一些心理，就跟他很多次，我们看到小将去处理一些双杀、三杀以后，他是很多是愿意去找最后一个，或者说找另外一个来连杀的。这样的话，两边的比分再度战平啊。对他们来说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上一分，对吧？最后的0.几秒，我们都以为逆转了，结果就等于是跟0秒下包的意思一样嘛，给收下了。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因为它不是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还真不知道谁赢刚才。目前前面人打的几分，对于清秀来说，开局就是控点嘛。因为前面确实对于 EP 来说，做过非常多主动的动作了，还是在家里稍微再控一排。 A 大这里也是直接摆了一个3人的防守。A 大这边留把狙，大部队要清一下酒吧吗？看到了，上去拍这个脸有点吓人。这边雨墨也看到了对方，知道你是跳看的一个侦查，前点的位置就在顶在这个位置，看到，哎，他得来近一点才能看见。看到脚，全是残血，这个时候枪不好补呀。 因为这个位置不可能补枪了，没错。而且仔仔是没怎么掉血的，还要来。98人有点多呀，4个人的装逼。哎，吸引一下，拿道具吧。那另外一边呢？98人有点多，YZK 这一口给拦了下来，联手2个 ，First 这边也掉了。这个 C 四
四号位离得有点远，正面雨墨要拼个人能力了。窗口这边看了一眼，你看直接飞了下来。桥头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QI 的残局。这么长时间没来，应该想到有绕了。这个大跳有发现，怼着一头打，最后被收下。没错，这样的话 EP 可以再拿一分。这分的 B 区其实前面是有一些失误在，对吧？有切道具或者有些状态不好，但是严开是在后点的位置是顶住了。是的。听一下这个交流。接头打，接头打接，接头打接了。都给加坡点站着。哎，可能在苗峰啊，对吧？对吧？应该在八台啊，接头在。这步先去帮你漏一下，知道。他是打他，我感觉他一打。你到边出门的时候，你闪。我帮你去了。听我说，我感觉那副斯特他第一时间他就瞄这个缝，然后我一进 A 房他就给那个烟了，机枪给的烟，机枪就给烟了，他第一时间就在一楼。那就雨墨去蓝门排呗，你进呗，就那意思吧，还是咋的？不是，我就说这个信息，没事。那就你咋办？你去一把吧，中。我去吗？来，咱全部来，听我说，咱全部来 A 房，然后再回去打中路，来打中路打 B 来。雨墨留 L 点，雨墨别来了，进来别走呗，进来就走。不是打 B 吗？进来给他进来一下。江先生来，打中路。景家阵地。手雷来了。行，他扔雷了。我得给道具。我好了，来。给呀。黄里白了。白方一个，白方下一个。蓝门这次好出吗？给道具，强出加钱的位置。仔仔在复活电力要尽量保命啊。哎，过点头了，但是已经过点了，第一时间出现了点小盲点。First 这个位置赶过来，玉这边直接斩获三杀，玉的手感非常的好。我看墙，我看后点，后来不能排了，中路不能排。墙没见，墙没见，我不排了，墙没来。啊，知道了。回阴一下，可能会带中路了，他不会。知道了。直接收下。哇，这一分田峰的细致程度跟他的对于场面上的观察是很到位的，没错，就是横到这个点，扑上烟之后，你没有人能帮得过来。而且正好抓到了 EP 这边最后的一个形成的落位嘛，确实中路这个点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从上帝视角看最为薄弱的一个点。手雷来了。哎呦，好痛这颗雷。直接堵毙了吗？五个人，要反清了。桥上拉了一眼，没见人。要主动了，如果不主动的话，没必要做这个动作。一号位再回 A 区，觉得拉一下，并没有看到 B 区的人。应该还是要控一会儿的。对。继续给你 L 点这个位置封上烟雾。你过来的话，可能又涉及到红秒了。目前的前几分对于清酒来说，开局就是介入这个双狙嘛，就是先控点，然后在控点的过程当中上了一些战术。 A 大又要来吗？带包已经是来到了房子里的位置，还是南门。南门是流感区，但是仔仔率先发难呀，把英俊给偷了。那看到英俊的话，大部队可能也就在这边呀。被打到了五号位帮忙带，跟三号位的小莫要碰一下了。伏地这一枪怎么说？一个闪身直接秒。酒吧里这边好像心里也有。这种局面下，四号位已经出来了，迟迟不见人。房子里手臂位置有发现，同时手枪又爆掉了大米。那这样的话 ，B 宝点打通了，空了呀。又是把仔仔放在 L 点这个位置，没错，知道你这里有人。雨墨也直接收下，只剩下硬汉自己。哇，就打这个南门，没错，而且打的次数很多。他酒吧这边跟你稍微夹一下，中路这边直接上了，甚至于没有一个预警。
确实连续的这几分啊，一个是偏蓝门这个位置，另外一边其实这个酒吧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嘛，因为 YZK 这个价点是比较极限的，他就一枪的机会，如果说第一枪不中的话，就会出现和上一分结局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把仔仔放在前面我不管你了，我把你皮包点中间给端了，而且加上刚才中路那个位置刚好应该是在海边这个位置的人刚好转点忙了一下，是的，中路上就是这么三秒钟的两秒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中路上来偷了一个必包点的背身，这个其实是最伤的一枪，但是好在这个比分的差距还是没有拉开呀。大米主动到前点闪身看了一眼，去吧，没事没事，再控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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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人了，再控点，大米家下白了，果子下白了，补完卡了，补完回，又是组合道具小爆 A， 这边一个目前的判断也是对的，就看能不能守得住了，道具已经掉了非常多的血量了，双白方下吗？正面第一时间一换一 ，A 打的人有点多，哎，大米想摸一下，后续想走，这次闪身应该有发现了。已经镜头在，楼梯 A 那个梯子外一个，毙了，直接回了，打了30，拉门里跑了，已经70，你们想推啊？倒毙了，往 B 回吧，B 回吧。拉门有人，拉门有人。小白这边跳看是不是有发现呀？自己要上了，断一个，没有，往 B 包点去，往 B 包点去。三号位在断，还没上，要等一下四号位 QI 出活吗？青牛这边 ，A 狗一个 ，A 狗 QI， 可能回 A 了，回 A 了，哎，但是好像真要回，别打。仔仔几个背身打几个？两边又是2-2，来回的转点呀、啊。又是这个位置吗？又是背身，两边一起抓。哇，来回转点的过程当中，这边青牛找出了一个最终答案啊。我只能说，一毕竟残局好急啊。而且今天的判断，就是其实判断也都对了。全部都对了，而且刚才这个残局里面，你第一件是看到 QY 在 A 区的，没错，你他们想抢着点，赶紧把这个三先抓了，给收了。但没想到是别人其实也会过来，也没有人帮他断，两个人都上着抓，连拿了三分的清酒作为潜伏着这一边，我觉得已经是够用了。是的，而且对于清酒来说，这几分残局拿的都非常的极限。对，也是来到上半场的最后一分了。这次两个人来吗？拘带个保镖，要来牌，有看到 ，first 打一个，直接抢这边小房的位置。A 大这个点控完之后，就可以偏向于中路跟 B 区的防守了。没错。家里有颗钉子呀，青牛现在怎么办？蓝门横道人有一点多，左右手，哎，看到了，看到了。那蓝门呢？正面先拦一口，后续这个放血枪法出现瑕疵了，枪法出现了问题。往 A 走，往 A 走的话要小心 first 的位置。蓝门横道 ，YZK 这边骚扰一下，同时这边又放了一点血。小莫要主动，看到打枪头啊，自己还回去了，一楼一个，完了，啊、后续的是这边带走，五号位的反绕呢？哎，小莫又绕了一拍，没看到小莫吧？哎，看到了，还好看到了，是的，没看到这个绕过去就真的很伤了。来看一下雨墨的三局处理，脚下近点已经到了，心里好像没有啊。这狙枪头吗？打了，有一枪机会。是的。YZK， 控时间差，控一拍，给你一个我可能去蓝门的时间差。但是雨墨就是不信，还是有一枪。
十几米，给颗闪，走正面，这个飞鱼秒点，最后 YZK 还是把这个残局给稳住了，非常的稳，换了个步枪，因为知道你是一个丝血的状态，但是这一枪从二楼落下来，这一枪还是太吓人了。是的，又是神经枪嘛。那这样的话，对于双方来说，上半场的比分锁定到了5-4，由晴九这边领先。主要就是这个上半场这个中残局当中，晴九拿了太多分了。对。来看一下两边的攻守互换吧。有瞄到，知道酒吧入口这个位置应该到人了。哦呦，大米也知道这个位置有人，带着提前量直接来。主要是来过他来时的路。这边的实时预测等于是一个7-3开，我们先来看一下，崽子这边被打成了一个残血。另外一边的刘小莫呢？哇，这么主动，就要把这个点线给拔掉。又吃颗雷，另外一边 QI 也掉了。小莫这个局面也会比较尴尬了，很伤。看到了，那这样的话，知道玉石靠近于 B 区，那其实就是可以往 B 打，或者说直接奔 A，A 最多就一个嘛，没错吧？但他们还是选择控点，非常的求稳。就必须把你两个人位置全锁了，对，或者至少我确定你一个在哪儿，然后再打。看不到潜伏者是最干的，现在两个人是最难受的。我二打五，我看不到你。哦呦，铁箱这一枪来的也是比较精准，但是确定现在 A 区有感居，来看一下 EP 下一步的一个打算。必须要直接爆。那就看一号位的玉能不能扛得住了。目前他是队内手感比较不错的，没错。他这个位置只能无伤收个过路费再回来。爆点已经到人了。想找机会吗？又收一个啊！两个人都是一个40血，只剩雨墨自己残血的一个血量，手枪要直接来抓，还是可以拿到双杀。这一分也是两边其实有点像，都是担任保卫边的第一分，两边都是有一个相对来说主动一点的动作嘛。对于晴九来说，就是第一时间英俊那个点在酒吧桥掉了之后，就迫使 A 半区的小莫只能主动去做拿信息了。抢了米诺，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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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给我来！这抢的有点快呀，哥们儿。哎，有车，两个雷走了。哎，有个 TK。后续直接要追，但是酒吧里还有人啊。完全可以在江部里给收了。锁定背面一个。我跟他 solo 了。都是 solo。等一下，老板，等一下，老板。小梅来了。想这么快？但是 EP 这个防守也比较难受，很被动这个位置。他们知道刚刚背身有一个，对，被框在里面了。都在小声背身，十几秒的时间，手里还有颗道具啊。正面包点先掉了，那剩下 first 呢？先狙一个，后续还有一枪，但是左手出现了一个小的盲点时间差呀。是，往里面钻肯定就有。然后你们酒吧别死，他们必打打伞对吧？还是雨墨跟小墨的这个发挥，是的，很稳定。而且这个中残局主要就是小莫其实在 L 点漏了一下身位，勾了一下，对，让这个两把狙不敢去抢 B 通道的位置。是的，又准备快抢嘛，刚才是确实是快抢，带着雷 QY 是直接被炸了，没错。这边英俊还是选择站在了电梯门。
小雷来了。南门里面的这个点其实还是胆子挺大的，还是想解放一边。对，如果另外一边打了的话，小莫这个位置可能要伺机而动了。整个B区没看到人，没错。他是酒吧入口这边，帮忙再看吗？打一个。现在是完全没想到，桥上面居然能有狙的。是的，因为后面其实延开在架，前面有两个人在。但是这边盲点了呀，酒吧已经进人了，好在 Q I 这个位置补了过来。另外一边 A 区的单点也掉了，小莫这个位置再摸出来，能不能看到 C 四？看到，马路上包。没错。那还能再藏一排。叫暂停了，这个背身稳稳收下。这几分对 EP 来说其实打得有点乱呀，也对，30秒的时间，一打四的局面，时间感觉已经不够了。是的，20多秒，但凡藏个两个一个的你也不好打。四号还在反带这个位置，还两边各空一枪，但后续 KOI 收下残局。我们来听一下 EP 这边教授的暂停。我那个什么，我说一下咱们现在怎么整。就是我想现在，如果咱酒吧没接火的情况下，他们那个 A 区应该是不会出来的。然后我想让仔稍微提前一点，咱们还去打他 B。然后上回咱清 B 大呢，其实咱成了，就是少一颗道具，所以也是少一颗烟雾弹，少一颗烟雾弹。完了，咱们这样。咱们哪怕这回只要他是你要果子去瞄米九八米，他只进去走号位，他被漏米溜短射米，他上把他们怎么都没人，他肯定是你让他瞄米吧，行不？先让他瞄。行。来帮经理接一个。嗯。来帮经理推一个 A 两。上把他进来就退回去了，这比蛋。我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咱这么打，咱先这么打啊。他中期没有烟的是3A2B应该，然后那个我还想打他 B， 慢慢清他 B 大，拿点人头优势，然后慢慢打赢。赢他两分了，咱们再研究包围的事儿。我还是想再打打 B， 咱慢慢打，哪怕咱不一边直接上去了，咱就慢慢把酒吧给他揉下来，拿点人数优势也行。我就这个意思。我感觉，这把是我位置。你要压可以，那等我们两个吧。啊，压不压吗？我觉得正常。正常守，先守一分吧，再守一分吧。先防，先给我防住。知道了，必打那个伞，你小心点握。对对对，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他是伏地连跳的，直接两个机甲贼左拐连跳的。他们出来，他们出的 force 的很快。对，加油！酒吧男生，酒吧男生就给我拉他，真的，酒吧男生就拉。好，对，楚玉，比如说，那这边暂停回来，两边在暂停期间都是交流的一些细节吧。对于 EP 来说，确实，其实那个伏底的位置那一分是等于抓到了一个09的一个盲点。但是出现那个 TK， 而且道具在出现失误的情况下，那一分最终是没能拿得下来。B 大道这边我们看到人非常的多，要不要去闪这个身位？就差一个身位，就是加枪。想知道这个第一先你会不会混烟？看一下人。哎，道具来了，还要复刻，是有颗预警雷呀。KY 里面的两个人挡在了一起，你看直接被收。大米的补将补了过来之后，家里还有，酒吧里也有。是另外一边空点的位置，英俊先给掉了，英俊去主动了，分割战场。那这样的话，包匪现在好难受啊！是，赶紧回来，福尔斯来接一下。哇，两边其实大家都是局部作战，没错，对吧？这个酒吧前点，这个酒吧这边的楼梯，然后包点附近，三个点位同时在交火。这一分第一时间 EP 想的也比较明白嘛，就是我直接就突你包点了，酒吧的人我也不管，跟刚才一样，对，打他们打这个 EP 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是的，就是我放你前点人我不管，我直接过来找你这个整个包点的人，没错。C 四安放 ，First， 这次闪身好像是没看到的，正面帮忙补颗烟雾，两个人换一个身位，大米这边先被打掉了，但是这边小莫和玉都是一个残血。酒吧的位置迟迟不见人，正面有烟雾弹，10几秒的时间，直到加钱有人，来看一下 First 怎么处理。第一枪空掉，那就没有机会了。这样的话，还是能看到的，给我吓一跳。那 C 四成功拆除，晴九这边再拿一分，8-5，没错。
所以说他我们在前面有看到这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嗯，一个是跟这个帝都市的保卫者潜伏者的优劣势有关，没错，一个是跟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比分状态其实有关系。是的，哎，知道定了，这感觉四枪都到肉了。是的，小雷来了。这个主动又是分割了战场呀 ，First 的这个位置自己是一个单点。Flash bomb， 看一下这种情况下怎么破局了。菜人，哎呦，先被打了两枪，这边英俊先掉了。First 把 L 点下的人给收了，硬汉这边也收一个，而且玉也掉了，三个人顶防全掉了。那这样的话，只换了一个丝血。是的 ，First 有点亏啊。另外一边 EP 下一步的打算呢？啊！大米也收下了雨墨，只剩下 QS 姐漏枪了。位置被确定的情况下 ，EP 这一分应该不会给机会了。而且 BZK 这个控点也太稳了吧，贝冕。A 大不用看，你们三个就看好。是的，很道跟这个，而且他知道 QS 刚才在拦门，他也不会说我看一眼。是的，一眼都不看。那漏脚步了呀。嗯，有听到。知道你要聊了，那要把你收掉了。知道在家里，来。啊，那就有点难受了，那就真的很难受了。但是好在这一分对 EP 来说是拿了下来呀、啊，要不然这边晴九又是一个连续得分的趋势。对，缓了一口。这一分反倒是连续拿分的晴九主动求变，选择了一个鹰眼下的一个顶防，而且在顶出了一个可能血量上大优的情况下，并没有选择后撤。没错，还有还是要提吗？是 QN 近点已经到人了，还是直接走。后续这个架枪感觉不太好上来呀。另外一边加钱心里也有 QY 心里是带了中路这个点，又把你锁在 B 大道，五号位也出来了雨墨。但是 YZK 这个位置，两个人没想到吗？一号位要不要回头带？带了一眼，这个时间差心里应该有吧。但是 YZK 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有烟雾，啊！拼反应先打一个，但是还还藏一个 QY 头上的位置也到人了，走了，下包。这一份对于大米来说腹背受敌呀、啊，要往一边打，但是正面 QI 没给机会，闪身就直接解决掉了。是，九比六的比分，这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秦九的一个备战的准备，就是你被打到来了人之后，我包垫两个人，同时对下方投掷闪光、手雷各种道具，帮忙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架枪，所以说第一时间你上这个酒吧的这个阳台根本上不来。是的，就是有一颗道具做预警嘛。对 ，QY 看到那颗道具，就是我反雷直接走，后面直接架枪去了，而且回头还带了中路的这个，嗯，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人，又主动了，打了一个99。是的 ，A 大上，但是 A 包点还有两个，能不能想到直接来？这颗雷有点痛。后续玉第一口先拦住了崽子，同时 QA 狙掉了硬汉。YZK 还是一个丝血，横道这里有一个一号位的 First。First 这边又要怎么办？哎呦，全是残血，先狙一个还不错。但是 First 的 YZK 都是残血，两个丝血的狙怎么处理这个二打三？没打要抱团，尝试一枪，但是自己也要保命，蹭一下自己可能就掉了。停下交流。哎，大防 YZK。嗯，一会儿配合的，嗯、我动了，我再拿。三看三看，对。我复制的一血 ，YZK 99，那就俩血，俩血，俩一血，对，俩一血。顺便 YZK 想牌，位置线被发现，二楼的位置先打一个。回档回档回过来房里了，漂亮，一血还有一血，看房又看房里。这一份对于 YZK 来说难度依旧很大呀。动一下，你动一下，他要找我了。对，你们俩一起，你们俩一起。急啥呀，大爷，保先保命，管他去哪呢。说的没问题，对，没见就是鹰眼下这呗，对不对？给钱，你说，老木你说啥？你回鹰眼下呗，蹲起行吗？雷大打不了你，可以，一滴血，
哎，呦，这一枪有点吓人啊！来了来了来了！来 ZK 这么说，最后直接去了南站的话，我们可以恭喜清酒。